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CK。今天我们来开箱福中2022下半年唯一新龙俊的 project。这里采用的是日本木系风格的设计，而且还有多系的 concept 哦。我们这里呢，总共是有三种不同的 layout 可以选择，分别是900方尺、1200方尺，还有最引人注目的1400方尺 dual key layout。不管你是要买来和自己的父母一起住，还是要把它当作你的工作室，又或者是买来投资，这个 layout 都可以满足到你的需求。Nice。如果你们是喜欢在家里大煮大炒的话呢，你们可以考虑把 yard convert 成 wet kitchen。而且这里的 balcony 还可以 fully extend 成 lanai 的 concept。就算你不喜欢 dual key 的 layout， 你还可以选择打通两间 unit， 把它打造成自己喜欢的 layout。想要两区还是价钱最重要？我们这边是从450千卖到650千，我敢保证这个价钱在福中是最低最美的价钱了。赶快来和我们预约看示范单位吧，我们下集见。